好的，非常高兴，跟大家在书展见面。这本书叫做《加密货币与虚拟资产》，这应该是全香港第一部系统的介绍，加密货币和虚拟资产的，这么一本专业的这个书籍，里面包括了加密货币的投资，缘起，还有加密货币的在资产配置当中的应用，同时也介绍了香港最新的加密货币行业的一些规章制度。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啊，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发展在过去几年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比特币的这个基础架构，这个区块链已经在全球获得了长足的这个运用。那么很多人开始把区块链这个技术应用于这个虚拟资产当中，特别从去年以来，全球 NFT 市场非常火爆，并且诞生了元宇宙的概念。那么包括现在美国最重要的一个互联网公司 Facebook 已经改名为元宇宙。那么作为香港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虚拟资产方面也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香港已经批出了两家的虚拟资产交易所，同时的话也批出了好几家的虚拟资产管理公司。那么我们这本书的话呢，就是会介绍整个香港对于这个加密货币和虚拟资产的这么一个市场的概括，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